妈就喜欢像许文强那样的走路带风的男人，虽然不一定有内涵，但是咱带出去有面呀。既然大妈都这样说了，大爷心胸宽广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毕竟人各有追求也各有想法，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，只能说是求同存异了。不过听着大妈这意思，也不是完全拒绝大爷的意思，只是想把大爷当成备胎了，咱没找到更好的就再来照大爷。大爷也是乐呵呵的表示愿意当这个备胎。咱就说世上男女千千万，想找老伴的也不少，大爷不行咱就换一个，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有什么想法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。